九男高九成。打呼吗你？怎么来这么一位啊？敢呼过你啊？怕你咬了我。敢呼过你？行，你问我干什么呢？我这是来说相声来了。嘛？说相声？嘛？这回满意了吧？说相声的呀？啊，对了，谁呀？我呀。你是个说相声的呀？哎，哇塞，这不至于这么惊讶呀。刚才那两个呢？刚才那也是说相声的，满脸坑的那个。甭管他脸上长什么样，都是说相声相声演员的。刚才桌子里边也是啊，也算。那个眼睛那么小啊，跟人眼睛小有什么关系？哎呦，都是说相声的。对了，这不老娘们吗？人家是听相声的，什么？听相声的，听相声的，听相声的呀？啊，你们这个是只对女性卖票啊？谁告诉你的呀？哪有男的呀？没有，我找找啊。这儿呢？哎呦喂，这有一二三三四位，得亏有几个，得亏有几个大哥了啊！否则我不知道这个地儿里面是什么风月场所呢？你琢磨里边全是女的，一点出来一对男的，一点出来一对男的，我不知道你敢疯吗你？我们这就是说相声，我表演也不干。我看你们有肌肉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们不练那个。陪几个大姐喝点酒啊？没点酒啊？你不爱喝酒啊？我爱喝酒，但是在台上演出不能喝酒啊。哎呀，我们那是正规的演出。听相声。对，我你先等会儿，我问问你干嘛的呀？我是找爷来的。哦，找人呐。找爷。哦。人爷。我知道你是爷。看你找人找谁？找他呀。我找他。啊。哎呀，谁找那么难看的玩意儿？看得见人长什么样吗？我是啊。我是这个，你能听出来啊？我这个口音啊，我这个不是这个本地人。哎，能听出您不是此地的人。但是我普通话说的也特别好。就您这叫普通话呀？加个儿化音儿，不就是普通话、北京话了？没听说过，加儿化音，您那个口音不是这个北京话，不加儿化音吗？您这不是你是我的眼儿，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，你是我。眼儿，这让人家原唱听听就得打。眼儿，可以可以。什么词儿？什么词儿也不知道。我这是说相声，你是找人的。我找爷。哦。我是这个我是这个哪里人士啊？你是什么地方的？我是这个山东的。啊，听出来了，差不多。山东的，我们这个村儿比较不偏一些。偏呀、啊。比较偏一些。哦、山东的那个川县撇村儿。华县撇村儿，对，我们那个村儿有村长。哟呵，那还真不错。村里条件不太好。哦。村长带着我们这些村民啊，嗯，就有一项娱乐活动。是干嘛呀？就听相声。哎呦呵，你们还爱听相声？哎，尤其爱听那个德云社的相声啊。嘿，你说错了。怎么了？德云社。社。社。德云社，你确定这是正规演出？怎么不是正规的？我们就叫德云社。哇塞！哎，你听听，个包袱的姑娘们都乐成这样，都没理解这什么词。这个地儿好吓人了，这个地儿。这我们这就是德云社呀。我们那个村长啊，嗯，最爱听那个叫谁呀？高九成。哎呦，你这个差不多，你再版本就说这。我高九成，高九成啊，你也就是高九成。
哎，您对了，就是我。哎呀，我们村长太喜欢你了。是吗？前年哦，就从咱们村啊出发来北京找你来了。前年就出来了。您见着我们村长了吗？我就现在也没瞧见。啊？这咱们村长是的，我们村长是那个，是个老爷们儿。这是你们村长吗？不是，哎，这是村长，这不是，这是花果山的村长。花果山真毛啊，这个哥们儿。不是你，您没您没看见村长？我没听说有人找我来呀。我们去哪门去了？你先不，咱等会儿，咱们等会儿，你好好说。我们去哪？别笑。挺悲愤的啊，我们村长没有了。你村长没有怎么三年了？我们村长对我们特别的好啊，说就找那个高九成去说相声，然后回村就教我们说相声。我们这绝对是发自肺腑的。哎呀，上泻下吐了你。他们就这么说了几句。我们村长前一阵子还给我发视频呢。哦，你们还联系了呀？我联系都找他，我没看见有人找他。他说他到北京了，到北京。我村长发视频，我看他在哪儿。村长带着村长夫人在那地铁里呢，两口子啊，唱歌呢，唱歌呢，一把无情的大鼓摧毁了我的家园呐。你可以了，地心属，谢谢。你看，那你不应该上我们这儿找来呀？找哪里？像有关部门，你找找，可能给逮起来了。现在不让干这个。既然村长没有了啊，我要继承咱们村长的遗志。你也上地铁唱去？那不成，现在不让。你就是是高九成，高九成，高九成。怎么叫反正就是我。我喜欢高九成啊。我不喜欢高九成。那高干什么？你不姓高吗？高九我姓高。高你不要喜欢我了。我要找你呀、啊我要继承村长的遗志。我找你要干嘛？学相声。你快打住吧，你让大伙儿听听，就你这口音，你这口条，你能说得了相声？哇塞，口音不行是吧？对，您那意思是说相声得普通话呀？行了，别说了，行，别说了，瞧不起我们的口音啊？不是瞧不起，地域歧视？没有，地域狗？没有，地域黑？你别讲，我说我碰这么一骂，我说等我上二号线，我把村长叫来，那打死你，你上去。你找不着他了，一把无情的大火烧死你，知道吗？那你发狠的口音都变了，不有啊？烧死你！我不信。你呀、啊，我就说不是说歧视你的口音，北京太冷，就你的口音说相声不合适。北京太冷了，我们那个地儿暖和，我们那个地儿挨着太平洋。大火了吗？我口音怎么的了？口音说相声不合适啊！你们德云社是不是有个演员叫李和彪？就你还认识？那天天演出不也说着山东口音吗？那个别说人家那个正宗的北京话。你拉倒吧你！你拉倒吧！天天说什么嘛，都是山东话。你这口条也不行。哪玩意？口条？你说的是哪个部位？哎，对了，大哥，这叫舌头。我住的那个部位才叫口条呢，好吗？你甭管它叫什么，反正就你这说不了。舌头溜子停了，溜。你那个溜子没用，说相声得口齿清楚，我们一些基本功。我口齿不清楚吗？你要说我们的相声话，你就可能说不了，比如说基本功的绕口令啊，你就说不了。妈，这我说阿姨唱的嘛的，没听懂。你还说个中国话，绕口令。对，您的意思我说不了啊。你说不了。哎，绕口令我说不了啊。哎，山东绕口令小王子。小
小王子。那我说一个，你想想啊。你那样，你甩一个，打湿给你贴上来。那可不一定。我说一个试试啊。那样。那样。那样。来，这边。说到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。啊，来这个，八家啊！我的妈呀，一共仨字儿，你下不去。仨字儿，你听好了啊！来这个，来这仨字儿啊！你不说来这个，这绕嘴吗？来这个，来第二个，来第二个，来哪儿的？啊，我前面说那是绕口令，前面那个是绕口令。对呀、啊，前面那个没有听清楚，前面干嘛嘞？你再来一遍，我再说一遍，你注意再来一遍啊！说打南边来一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，这就是捏的绕口令。对了，哎，各位哪一句绕嘴呀、啊？各位哪一句绕嘴呀、啊？啊，哎，来个老头拄拐棍儿，哪一句绕嘴呀、啊？我让你给我总结中心思想来了。废话，哎，哪个老头不拄拐棍出来？是老头。哎，你见哪个老头穿着旱冰鞋出来的啊？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。什么规律不法？什么规律不法？我的妈妈在月光下给我一个板鞋。我非得来个老头钻被窝。大一锤，老头钻被窝才舒服呀。这老头穿什么旱冰鞋呀？老头钻被窝有什么关系？你好下流啊！怎么就下流了？你说我说这话你可能不懂。老头钻被窝，我就说他是睡趴下了。出溜睡趴下了，钻那姨的被窝去。你呀、啊。我说这绕口令，你得按照我的说的这么说，按照你这么使，对，说，就绕嘴了。哎，这你就说不上来，你仔细看好了，看我怎么说的啊？多少人了这？使，嗯，哪边来的？哎，嗨，打哪边来的吗？打，不对了，在中国叫喇嘛僧啊，在国外就不这么叫了，叫什么？比方说在日本叫爱死奥特曼。哦，没有听过。后来呢，他长大了就是低级奥特曼，就你行了，知道这个位置了吧？这是喇嘛，锦纶法王。二对对对，还有那个，再有一个就是塔嘛。等会儿，跑那么快，塔嘛？谁他妈？谁他妈？塔嘛？不小凡他妈吗？没看见一个来了。
提了塔木的喇叭，要拿塔木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，别喇叭哑巴不愿拿喇叭换提塔木喇叭的塔木，提塔木喇叭急了，拿塔木打别喇叭哑巴一塔木，别喇叭哑巴也急了，拿喇叭打提塔木喇叭一喇叭，治也不治啊，提塔木喇叭拿塔木打别喇叭哑巴一塔木，还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提塔木喇叭一喇叭，喇叭回家炖塔木哑巴，滴滴答答吹喇叭。哎，再回来一遍。演出到此结束。你不一定对得着我。不拿我当跳狗的了。你说你这个，就这四个。哎，说说，绕口令。刚才我说这个，绕口令。这回你听清了。这可怎么这么长呀？怎么回事？来一男的了吗？这比他妈前面俩加一块都长啊！那对呀。哎呦我去！是天花板的吗？哎呦我去了！哎呀，行，绕口令，哎，得分析。哦，分析清楚了，说出来就清楚了。哦，那你分析吧。你听着啊，哎，喇嘛嘛叭叭，还记着吗？头一个是喇嘛，对。这个喇叭是哪边来的？打南边来的。这个破绕口令怎么全是解那边来的啊？啊，这个这绕口令就打南边来的多。这是不是刚才那个造老头子扮演的？不是，老头子前去拄拐棍，后去戴帽子。这不是一人，老头是老头，这喇叭是喇叭，穿着旱冰鞋呢。没有，不是造老头，不是，这个喇叭怎么出来？喇嘛从手里拄着，手不拄着，手里提了这五斤塔嘛，塔带的是塔嘛，塔嘛呀，牙边是哪边来的？打北边来的。我的娘啊，对面终于来人了！哎呀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嘛单行线呢。互相的都走一走，欺负外地人，来这不让右拐直行是吧？塔带的是喇叭。哎，对，就这两组 啊，分析清楚了，说出来，再清楚。那你分析清楚没有？你听，你说吧。是，铁南边来了个喇嘛，哦，手里提了这48斤塔嘛，48斤呢、喇嘛丰收了没有？就是5斤，不对，出家人怎么能带鱼呢？那不是啥寿命吗？人家他这个就可以，哦，非得5斤。铁南边来了个喇嘛，铁南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提了这5斤塔嘛，水杯边来了个鸟。要你别了个喇叭，说南来地塔嘛，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。哎，什么？要你的这个喇叭，还说话别大喘气。哑巴不乐意换呀，啊，因为哑巴看出来这个塔嘛又不够5斤呀。谁告诉你不够？哑巴眼睛特别尖，哑巴当时都看出来了。哑巴意思你那个斤数不够。哑巴当时冲那个喇嘛，喇嘛，你这不够5斤。哎呀，就那意思，你今儿不管，我不换了，不行吗？你咋就抹掉人家给拍下来了？我不换了，想把这段发抖音，先回。哎，到哪里了？对，到查完底儿了。到你斤数不够，我不换了，不行。你缺斤短两，我不换了不行吗？这缺斤短两，没有想到啊，这个喇嘛僧性情太暴烈了，他非得换。喇嘛僧就把这个塔嘛舆论起来，日变就急了眼，噗一塔嘛，好，哑巴当时来了一个中计，哗一下，哑巴是好惹的吗？啊，哑巴也是个暴脾气，是啊，哑巴当时也生气了，哦，哑巴就如胳膊挽袖子，我干死你，我打死你，我歇死你，哎呀呀呀，你看我怎么弄你？行了，这哑巴说话了呀。搞笑啊！哑巴能说话吗？你这不你说的吗？我说了吗？你说了。我那意思是哑巴的心里话。问问小凡他妈，你说了吗？我问说了吗？我问谁？我也不能问你小孩儿的。你还不是你有事你先想着他。你说要不说我都没看见。你来了，哎呀，变态现在。我找不忘了。我那意思是哑巴的心里话。我干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这哑巴心里话你怎么知道的？就你问题多啊！你说心里话，你怎么知道？哑巴的心里话我怎么知道的啊？因为哑巴的脑袋上当时弹出个对话框来，上面写着“难干死你”叹号，“难打死你”叹号，“难歇死你”叹号，旁边还有一个偷笑的表情。这都是你脑子一想的哈。忘了吧，忘了吧，忘了。
头来吧。他就说不上来，这一会一遍就下来了，你就说不上来，一遍得，十，简单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提了这七八斤蛤蟆，五斤五斤，简单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提了这五斤蛤蟆，说那边来了个哑巴，要你别这个喇叭，说南来提塔嘛喇嘛，要拿塔嘛换哑巴，要你的这个喇叭，哑巴不来换啊，因为哑巴看着这个塔没不够五斤呀，哑巴当时冲着喇嘛，又想到这个喇嘛怎么性情太暴烈了，他们非得要换，他把这个塔嘛一抡起来，日啪就一来哑巴一塔嘛，哑巴来了打哑巴的火，腾就上来，哑巴嘴上没说，心里说的弹你个对花瓣，打死你蝎子，看你不不不，多忙呢我。哑巴也急了，哑巴把这个喇叭抡下来，这就别了喇嘛，喇嘛一塔嘛，喇嘛也急了，就把这个塔嘛抡下来，日行给了哑巴一塔嘛，也不是，是地塔嘛，他们打了给哑巴一塔嘛，还是被喇叭哑巴喇叭打，你塔嘛来一把喇喇嘛回家就塔嘛吃，哑巴吃嘛你啊。这不都不懂不道皮儿呗，又来了怎么来的，南边对十，这南边来了个白胡子，手里拄着个棍儿，大体上是这个意思吧，来一个白胡子，对，拄个棍儿，这老头呢，老头啊，老头在后边呢，没听说过，老头跟胡子分家了，风大吹跑了，没有没有，一块儿来，要来就一块儿来，好了啊，十，这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猴，哎，老猴，老头来了，手里拄着个棍儿拐，那棍儿拐呀，拐棍儿，对，拐棍儿，拐棍儿，十，这南边来了个白胡子拐棍儿，手里拄着个老头，啊，你们说错了，甘美。管费可能来拐棍捉老头啊，怎么的了，说反了，应该是呢，老头捉拐棍，我说的是拐棍捉老头，对了，我的亲娘啊，要是拐棍捉老头，我能给妈老头处死啊，打心就嘎巴就过来了，对吧，老头马上得一问号就过来了，这是嘎巴，好家伙，太吓人了，你说的不，因为北京是太吓人了，谁呀，这跟北京有什么关系，是你说的说错了，就好了，说这南边来了个老头，这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手里拄着一个拐棍儿，他老丢东西，你这是什么了，得蹦啊，谁蹦白的白拐棒棍儿啊，哦，还有这个字儿呢，对呀，南边南边这个字儿，到嘴就在这儿了，就好了啊，说这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蹦，老蹦，别急啊，你别着急，不急啊，别着急，谁急谁是狗，你不急啊，不急也是不挑不挑，王八念酒，王八念酒，王八念酒，不听不听，王八念酒，我也有点不礼貌了，还是听听念吧，我们到村长念来，念念十，这南边来了个白虎老头，这南边没胡子，胡子。这南边来了个黑胡子，这南边，这南边来个蓝胡子，这南边来个紫胡子，这南边来个七彩斑斓的炫彩胡子，这南边来了个这南边来了个白胡子头。前半句说对了吗？对，后半句还有必要吗？废话，你说半天前半句了，就听你后半句了。手里拄了个蹦白蹦白蹦。老头蹦，老头手里拄一个老头蹦，你这狗，别提，老头手里拄着一个蹦，老头蹦，老头蹦，不能不能，老头不能，老头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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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腿给你过来，就是打死你，你怎么着急了？你不给我一棍干嘛呀？废话，你太孙子了，你呀，怎么孙子了？不是一呀，你呀，我是的，他知道我是山东人呀。我们山东人这个由于口音的问题，导致我们这个盆腔共鸣啊，盆腔在哪儿？这不盆腔吗？这口腔。盆腔是哪儿？往下。反正这个蹦啊、蹬啊、空啊，这个不好使，不好使，不好使。哎，你说你说不上来，你看你这累的，是不是在喘呢？我不累，我现在吃中药呢，我现在。我这还有静脉曲张吗？行行行，我能。是袜子还是丝袜子？你见过拿着穿丝袜的？自己抬，这个汗毛都滋外头了。毛也太硬，看着了吗？大衣跟
人好貌，吹出高就成王哥。你嫌弃我啊？不是，你嫌弃我。开了啊！行了行了，给你表演一个技能，开着啊。不是很明显，是不是？你老是嫌弃我，你现在，你说不上来了，我也别让你丢人。我再说一个简单点的，让你着着点儿。可以啊，你来碰这个吧啊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猜着了，猜着。樊小棠他儿子，你就是。樊小棠儿子。他刚才在猜谜语，你也猜谜语啊？谁告诉你的？你说的这不就谜语吗？不是啊。说的什么？绕口令。再说一遍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。猜着了，葡萄干儿。葡萄干儿不吐不吐皮儿吗？葡萄干儿吗？那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光是葡萄皮儿呗，对不对？我不是给你出的谜呢啊，这就绕口令。绕口令，那你再说一遍。再说呗，我听啊。你看你能说什么啊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这个绕口令不合理呀、哪点不合理？绕口令你得分析，嗯，你分析清楚了，说出来才清楚了。这有什么可分析的？头半句啊，头半句，吃皮条，嗯，吃皮条干嘛呀？吃什么？吃葡萄，吃。葡萄对不吐它的这个皮儿啊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我这咱们吃苹果也不吐苹果的皮儿，对不对？啊、咱们都给吃下去了，不吐皮儿可以理解。我给咽了，我给咽了啊。二一句呢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对，不吃啊，反而把这个皮儿吐出来了。但是我不吃啊，我不吃啊，葡萄皮儿哪来的呢？你把那咽睛拉出来，又含又脆呀、啊。没有。自动人体无骨，你听错了。他的想象力太丰富了，没有，哪就这出俩又进去了。刘代胖打打打，不对，队长，你来听听懂，我给你解释解释啊。那个前半句不说了吗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这葡萄皮儿没有吐，也没有咽，搁哪去了？就在这腮帮子，就这，哇，然后呢？二句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不吃了吐了，这是个技巧啊！什么技巧？这是不是米粒大呀？这是，这能伤着谁呀？好家伙，你看啊，拿就是葡萄嘞，拿起一个，你慢点的，你再抽我去！我的妈，你头发都乱了，在这个店里都已经让给整乱了头发，这叫嘛事呢？这叫。拿个说葡萄嘞，拿一个，刚放嘴里吃，葡萄肉吃下去了。葡萄皮没脆也没咽，对，按他说的啊，这在这嘎脆着，这在这嘎脆着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一根葡萄吃完了，找门去，啪啪啪啪吐皮儿去啊，吃完一串再吐呀。你好啊，你太厉害了，你说的都没用，你得能说上，你说不上来，说什么都没用。瞧不起我是不是？你说不上来呀？打你！你听好了，来，这叫群艺。什么群艺？纯艺。群艺啊，这是嘴皮子的艺人。对对，有的是喉舌的艺人，有的是牙的艺人。哎，这是群艺。纯指喉舌呀。您听好了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哟，你说这还真快。哎，很简单呀。说什么？对不对？吃榴莲不吐榴莲皮，不吃榴莲倒吐榴莲皮。榴莲。吃甘蔗不吐甘蔗皮，不吃甘蔗倒吐甘蔗皮。吃心那口臭服务员的皮儿，不吃了，不吐心那口臭服务员的皮儿，不吃人了，不吃心那口服务员的皮儿，我吐一天心那口服务员的皮儿。行了，你这有什么仇什么恨？你们后台太冷了，你们。后台冷，你冷不冷？我问你，后台到，我问你，你冷不冷？后台你冷不冷？我不冷。你是不？你昨晚喝多的你。你不是还真不说上来了？说上来，那行，你去找村长去吧。等，我该说相声了。带咱去找你的。石府干嘛？学相声。你快打住！在家谱上第一页给我写一个字儿。什么？张建宇。要这个？这不是我名儿啊。哦。我名儿，冯乃镇马仿玉面捆轮侠。用口音说的太难受了。你不真听吗？行了，带咱去找葡萄皮。说一个葡萄皮儿，你就学相声了。我就学相声。这是。葡萄皮太简单，谁都会说。来个男的，别急，谁急？你们这姑娘是不是都这么喊？来个男的，不喊也都是。
蛋了，我们都会了，对不对？来个难的啊，这给你来一个稍微难点的啊。你别稍微，你别稍微。哟，你来一个那个，你来一个相声界绕口的天花板的。不不不，你来一个那个，我看见抖音上有那个叫张楚楠的那个爷，光去断炉子的剧，这就这个，来来来来，他这个他那个不叫玩意儿。三年前我不用这玩意儿也行，对吧？对，也有照，给你歇上来。